家好，这个暑假大家没有暑假，我感觉大家训练起来都很像暑假，很开心，很热，可是看大家照片都很开心。啊，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明天比赛前的一些准备。上战场你要相信自己，你都已经练到这个地步。志在必行，志在必行，战斗，战斗，志在必行，志在必行，加油，加油！听说哲瑞教练说要喝 Red Bull 才会给你一双翅膀，飞起来吧。我的还在行李没有喝，等一下喝。所以喝的时候也有 timing 的问题，是对的。差不多，现在可以了啦，差不多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小安，超快！30秒小跑，因为全世界都在看台湾的第一场路跑赛事，现场进入倒数20秒，给自己热情的掌声，还有尖叫声。你的每一步为海洋，为台湾而跑。10 9 8 7 6 5 4 3 2 1，出发！是要现场洗澡的意思，好吧？哇！